王爷，苏灿和贾许岩竟然要来京城，那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。他们劫了我们的黄金，抢了我们的军火，现在手里还拿着名册，一旦再有什么纰漏，我们将功亏一篑。先把以贾成仇为首的那几个老顽固给我办了，可儿。 去杀了户部侍郎李南海，把这本秘籍扔在他尸首旁。有了这个，皇上就不得不就范。王爷，真的是苏灿和贾许岩杀了我姐姐萧晴吗？你难道不信我说的话？不敢。下去吧。 养不熟的猫，不要也罢。把可儿变成死士吧。是。苏大哥对姐姐一往情深，怎么可能杀姐姐呢？王爷到底向我隐瞒了什么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查清楚姐姐的死因。 各位大人，成交给皇上的折子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了，死了多少忠贤同僚，现在该我们出手了。李大人，我还有一事禀报。讲。据我所查，他在云南、浙江、四川、广东一带强占百姓土地。 画地为他个人名下，当地百姓叫苦连天，可又无可奈何呀！哼，大清国土，容不得他这样胡作非为。弹劾他！弹劾他！对，弹劾。
贾承畴，你和贾诩言刺杀皇上的英雄事迹已经败露了，我劝你还是速速认罪吧。老夫无罪，何来认罪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诡辩？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老夫与小儿被奸人所害，才沦落此地。我无话可说，但求皇上能查明真相，铲除奸党，还我大清廉政之气。你放心吧，贾大人，皇上是不会让忠臣冤死的。贾大人和贾诩言是不是谋反，皇上会彻底查清楚的。吾皇圣明，吾皇圣明。王爷，贾承畴拒不认罪，我们要不要找时机除掉他？不可。为何？钓鱼怎能没有鱼饵？王爷的意思是想用他引出苏灿和贾诩言？没错，贾诩言和苏灿现在还不知京城发生的事。你带兵去城门等候二人，只要他俩一进京城，杀掉贾诩言。是。来，都过来看看了啊！识字的自己看，不识字的可听好了啊！通缉犯贾诩言，男，驻防大将军，吴某反叛，刺杀朝廷大员，现缉拿该犯，协助破案者，朝廷必有重赏。听明白了吗？是大将军啊，肯定贪污受贿了，露馅了，活该杀！这种人杀他个干干净净的。对，杀得干干净净。嗯，八成是通缉我的。哎，小兄，咱俩打个赌吧，要是通缉我的呢，你把身上的银子都给我；如果不是通缉我呢，你也把身上的银子都给我。你这个人，沾上毛比猴还精啊！我把我给你得了。你我可不要。你身上的赘肉太多，换不了几两酒。哎，我太出名了，低调点吧。哪来这个自信啊？撤，你过来。撤。好，过去吧。哎，站住！走。干嘛呢？过来，过来这儿。过去。哎，贾兄，我是大将军贾诩言，进城执行公务。来人呐！死死，给我拿下！我就说了嘛，别让你说，你看你偏说，真让你名扬天下了。大胆！我是贾诩言，抓的就是你贾诩言。贾兄，跟他们干吧。官兵是无辜的，不能打。撤！撤！撤！快追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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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哪儿？大人，在城。大爷，这可是好酒，一两银子。一两银子，找他要。哎，怎么总是我给钱啊？好酒，喝点酒。哎，好嘞，大爷。哎，你确定你刚才看见告示上写的是谋反乱党？我这一路过来啊，就认识四个字，谋反乱党，绝对没看错。怎么会通缉我呢？哎，来来来。再说，我爹是刑部尚书，这个事情是要通过刑部的。难道我爹他不知道？咱们在这儿想啊，想一夜也想不明白。这样，咱俩去京城看看，不就知道了？四面城墙，官兵把守，到处通缉我。
京城不是你说进就能进的。哎，你会飞吗？你会飞，我也会飞，咱俩飞进去不就得了？飞？城上暗箭射死你，你还以为你是蝴蝶啊？飞？切，真是啰嗦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那怎么办？把我的戏服准备好啊，一会儿还要用呢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抓紧赶路啊，咱们夜里还要赶到京城呢。多谢二位款待这餐饭，我们上路了啊！哎，这就要走啊？不，再吃点，坐坐，吃饱了。好，来，消消意思。这收下吧，这怎么好意思收的啊？多不好意思，收下啊！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反正天涯有路可以再见嘛。嗯，咱们四海之内皆兄弟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，行行行，后会有期，好，保重，慢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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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通缉我这件事情，一定是我搅和了他们的军火，所以他们死盯上我。我也不例外，他们一直追着我找名册呢。你说咱这一路走来，我也不知道名册去哪儿了。为了这个破名册，我爹娘的性命都搭进去了。就算他们不找我，我也得找他们去。哎，你可别胡来啊，这可是京城。要不，还是按照苏伯父说的那样，先找到我爹，然后再从长计议。到时候名册的事情就自然明了了。嗯。爹，爹，怎么我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？家丁去哪儿了？贾兄，赶紧走！谋反乱党通缉犯贾许言，贾许言，张大人，谋反的证据确凿，你是药臣之子，又是立功的将军，我一定向皇上禀报，保你性命。张大人，我是被奸人所害，这其中定有误会。走，快跟我回去。我若从了你，那就承认我是乱党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不要再反抗了，会更麻烦的。张大人，我爹现在在何处？你放心，他挺好的。好你个头啊！此地不宜久留，撤。拿下。
您看。追。追。徐岩真是糊涂。抓到他，待他好一点。恩师的意思是说，敬贤做事有分寸。我真的没有看错你，走了。慢走，恩师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想贾伯父，他一定是被他们抓走了。不过那俩人是谁啊？刚才带兵抓我们的是兵部侍郎赵敬贤。赵敬贤？旁边那个人比他还厉害？那是吏部尚书张鹤居。赵敬贤是张大人一手提拔起来的。这个赵敬贤是个笑面虎，不好对付。哎呀，赵敬贤只是个小虫，背后还有个毒虫在指使他。哎呀，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将他降服。谁啊？皇上。走，咱进宫去。哎呀，我说老大，皇上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你不见皇上，怎么救你爹啊？不救你爹，那我爹交给我的事儿怎么办？走吧。不是，走，这个，这什么这？天都快黑了，找个地方溜进去，快走。哎，你急火火干什么？张鹤居大人已经调兵到菜市口了。啊？什么事儿惊动张大人？一个女杀手受贾诩这么多人，废话，这是皇宫，里边会更多。啊？女的？啊，女的，但是名字不像杀手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可儿。哎，可儿，听到了吗？他说可儿，可儿，怎么哪儿都有他呀？诬陷我，走。趁他们交班，我们混进去。我就是冒死也要见到皇上，说明一切，为我洗清冤情。那皇宫我不进了啊，我去菜市口救可儿。哎哎，阿灿阿灿，嗯，这一定又是一个局，有可儿的地方少不了有诱骗。你吃过亏，咱们不能再轻举妄动了。我不管了，反正我要救可儿。哎，阿灿，王爷肯定知道你过去和萧青有情谊，所以特意找了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来诱骗你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断定这里肯定有阴谋。哎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管他阴谋不阴谋的，反正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救可儿。啊，他会害死我们的。你没发现他跟萧晴长得特别像吗？我怀疑这个可儿是萧晴的妹妹，所以找到可儿就能找到萧晴了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别别别，阿灿阿灿。哎，你说你长得一身乞丐样，还是个情种，你早晚死在女人身上。救出来！大人，贾诩来了，把他围起来。是，把叛党贾诩围起来。把叛党贾诩给我拿下！不欲反抗，格杀勿论。赵敬贤，我不是叛党，我
要面见皇上。恐怕皇上不想见你。你和你爹谋反，皇上已经下旨将你爹革职收监了，现在命我擒拿于你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叛党？你知道李南海大人截获了你的谋反证据，所以派刺客去拿回证据，并指使刺客将李南海大人杀害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岂能容你抵赖？栽赃陷害，一派胡言！少废话，给我拿下！苏灿，快，我们一起冲出去！要走，带可儿一起走。我们现在自身难保了。我掩护，你先走。不行，要死一起死，要走一起走。我不走，老子有王爷保护着，死不了。你可就另当别论了。快走，快走！活捉苏灿！活捉苏灿！别动！哎，抓什么抓？我又不跑。开门。赵景贤，老子要见皇上。不可能。可不可能由不得你说了算。好啊，那就让我看看你有什么能耐。这牢房挺好的，爷我不打算出去。哼。哎，别走啊，陪爷玩玩。嘿嘿嘿。哎，当了这么多年兵，不想出牢房的犯人还是头一回见。可不是嘛，天天这么喝酒陪他玩，谁受得了啊？哎，就是啊。哎，给老子开门，老子出去。别动！开个门都那么费劲。陪爷玩啊，兄弟们，找我俩喝酒，喝酒，走走走，快快快，喝酒快，来，出来出来，喝酒喝酒，真行，来来来，不让我见皇上我还不走了。我说兄弟，谢谢。哎，喝酒喝酒。石海大人，喜欢苏灿吗？不喜欢。那我把他变得让你喜欢好不好？哎，好嘞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这儿多好玩啊。啊，痛快。哎，呼，这里多好玩啊，有本事杀了我呀！哎，给你干了啊！大人，苏灿大闹牢房，将别人放出来喝酒赌博，扬言说要见不到皇上却不出去。知道了，再去盯着点。是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赵敬贤将苏灿抓到刑部大牢了。太好了，朕要亲自审问他，你去带他来见朕。见到他，贾家父子谋反的事情就自然水落石出了。这。
您怎么来了？皇上要亲自审问苏灿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准备啊。是是是是是。哎，笑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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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赵敬贤是个大傻瓜啊，大傻瓜，是不是？哎，别出声，说，苏灿呢？死了！你在胡说，我杀了你！真死了，服毒自尽死的，尸体已经赵大人带走了。贾许言，
赵敬贤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让你升官进爵的地方。扣儿，扣儿，你把他怎么了？我没把他怎么样，我是为了救你和可儿，给你们两个吃了归息丸。这个归息丸可以让你们暂时失去气息，看起来就像死人一样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可儿，你是赵庆贤的人。我控制了他的心智，变成了死士，俗称杀手。赵庆贤，你真是个卑鄙无耻的混蛋。苏灿，你在同情他、关心他的时候，我劝你要多为自己想一想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两条路。第一条，交出名册，我保你升官发财。第二条，你拒不交代，我会把你变成和可儿一样的杀手。赵敬贤，你看着我很傻吗？我要是把名册交给你，我就看不着你的狗头落地了。看我狗头落地，恐怕会让你很失望的。没事儿，我命长，我可以等。嗯，你命长不长可由不得你，不交出名册，你的命再长也没有用。好。这样，我可以把名册交给你，只要我见到皇上，我就把名册的下落告诉你，怎么样？恐怕你再也见不到狗皇帝了，皇上以为你死了。世上再无苏灿之人，也就再无名册之事了，是吗？那你为什么瞒着你主子来救我呢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说还是不说？你猜。好，那我就会让名册烂在你的脑袋里。你敢吗？哼，我要控制你的心智，把你变成死士，像可儿一样，然后让你去刺杀大清的忠良之臣。贾雪岩，苏灿。哼，贾雪岩，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，一路跟过来不容易啊。赵敬贤，你把苏灿怎么了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兄弟情。苏灿，可儿，活捉贾雪岩。做了什么？你猜。贾雪岩，好戏开始了，你要集中精神，好好和你兄弟玩。
是我，贾雪岩。阿灿，你怎么了？好下场的，好戏呀、啊，好戏呀、啊，啊！哎呀，真好啊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为什么我把我关起来？放我出去！快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你们为什么抓我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听好了，赵敬贤，你把我兄弟怎么了？赵敬贤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赵敬贤，你个王八蛋，滚出来！你躲哪儿了，赵敬贤？赵敬贤，你把我兄弟怎么了？赵敬贤，赵敬贤，给我滚出来！赵敬贤，有何吩咐？王爷要见你，麻烦您回禀王爷，只要一拿到贾雪岩的口供，我马上就去面见他。贾雪岩，英雄论成败，既然你已经败在我手上了，那就乖乖的在认罪书上签字画押吧。英雄之战论成败。给我打死他。有了贾雪岩的认罪书，看谁还敢替贾家父子昭雪。但凡替他谏言之人，都可当成他的同党论处。王爷英明，撬开张鹤居的嘴，问出皇家金库的藏匿地点。是。知道该怎么做吗？属下明白。王爷，苏灿怎么办？要不要杀了他？绝不可杀他。你既已把他变成死士，就要善加利用，他会是我的秘密王牌。是。你们几个听令，抓捕张鹤居。是。
张大人，想不想说？呸！好，让张大人自己好好想想。7寸，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，这老不死的不是还有个孙女吗？苏三，去把他孙女杀了。大人，这小子，我要不要同去？去吧。是大人。张大人，这个看着眼熟吗？啊，这是我。狗东西，你把我孙女怎么了？你把我孙女怎么样了？我没有把你孙女怎么样啊，是苏灿，是他把你孙女送上天了。狗东西，我就是做官也不会放过你。没想到张大人为了保护金库，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可见张大人对皇上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啊！哎呀，可惜了，皇上保护不了张大人，也保护不了你的家人。狗东西，有本事对我，有本事冲我来呀！张大人，我给你两条路，第一条，我让你荣华富贵。第二条，我把你送到天上，跟你的孙女和家人一起团聚。呸！你要是不把金库的地址告诉我，我会让苏灿把你的家人一天杀一个。有本事冲我来！哎，你傻呀！我倒要看看你对皇上到底有多忠心。呸！苏三，给我打死他！看，送张大人上路。
陈寒，看看。明白大人。仙子呢？仙子呢？苏三，仙子呢？是不是你干的？苏三，子文，苏灿最有嫌疑。是大人，我也这么认为的。等等，大人，送去吧。这，大人，李小凡，大人，我怎么看都像苏三，这别人也没那么大本事啊，是吗？Thank you.
停！起来，过去。苏灿却没有任何反应。再试探。是大人，我继续试下去。苏灿，去跟贾旭元说，将他带到贾承畴的监牢里，让他们父子再见最后一面。醒醒啊！那狗官给你下了什么药啊？他把你怎么了？我们是兄弟，你打我？不孝，让你受苦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，爹？他就是苏灿。苏灿，畜生！这畜生！我打死你！畜生！我爹，打死你！谁干？爹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畜生！你个畜生！爹，爹，我打死你！畜生！他现在跟那帮奸臣为伍。别再管他了！敢打我儿子，放手！苏灿，放开我儿子！你放开我儿子，你个畜生！放开我儿子，你个畜生！放开我儿子！放开我儿子！命令苏灿，活活打死他们爷俩。找个秘密的地方，把他们杀了。是是，快走。苏灿，这小子是真傻还是假傻？继续考验他。大人，您放心，苏灿这小子绝对逃不了咱们的手掌心。大人，我听说武侯阳这个人不可不防啊，他最近好像一直偷偷盯着咱们。你看着办吧。是，大人。
等待这么久啊，这活人也该死了吧？更何况是个死人了。就是啊，谁会傻到来埋一具死尸呢？行，走。我走。大人。苏灿没有任何营救贾许渊和贾承畴的迹象，看来还真不是苏灿干的。大人，要不是苏灿干的，会是谁呢？大人，米寒。欢迎调查。夜晚风大，小心着凉啊！啊，是。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亲眼所见，这苏灿杀了武侯阳，那眼睛连眨都没眨一下。看来出卖我的人不是苏灿，土地庙再无人知道。大人，难道是武侯阳？不会，武侯阳一直在查我，但他绝对不会知道金库的地址。会是谁呢？我们内部一定有内鬼。大人，难道是死士？按现在的情况看，这个苏灿那肯定不可能了。不管是谁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大人您放心。报告大人，我捡到了这个。这什么？金牌，是我上茅房时从死士身上掉落的。快出来，老子拉裤子上了。快快快，给我带来，逐个审问。这
王爷，大人，苏灿不见了。什么意思？大人，苏灿给您留了封信。赵大人，多日来承蒙款待。其实，当日我捉拿贾将军之时，贾将军无意的一掌，将你控制我用的三根破针。你被赵敬贤用着毒针控制了，这个狗官，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！跟我走。等等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既来之则安之。这样，大兄，我继续装疯卖傻，救出贾伯父，将诬陷我的人。想去救贾承畴大人，却意外地发现了你的一个密室。哼，金银财宝当然是不少的了，还有你和一些位高权重者的来往书信，不知道王爷知不知道这些信的内容呢？哎，最好的东西要数这一箱子归西丸了。他不仅救了我和可儿的命，我还用他救了所有你想杀死的人。张鹤居大人，我赵，我赵。苏灿，送张大人上路。张大人的孙女。贾将军父子。找时机向丐帮弟子传递消息，让他们在外面施救。赵大人，不用猜了，黄金当然也是我搬的。迷烟室我布置让人放着，我们一晕倒，在小庙等候多时的丐帮兄弟就冲了进来。兄弟们，有事。张鹤居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帮主，都已经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养伤了。这个王八蛋，阴险狡诈，这毒药的时间可能不长，让兄弟们赶紧抓紧。行，放心吧。兄弟们，手脚都麻利点啊！对了，你们赶紧把这些黄金都搬完就撤，啊！行，知道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还有五头羊。我从他身上拿了一块可以面见皇上用的金牌，放在了一个死士身上，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。哎，你该不会把他当成内奸给杀了吧？赵敬贤，你这头蠢猪。王爷，属下失职，属下一定把苏灿抓回来。全城秘密搜捕，把通往皇宫所有的地方派人看守，见苏灿等人，杀！是。哎，帮主，哎，兄弟，帮主。感谢苏少侠救命之恩。哎哎，不用谢我。苏少侠，要谢就谢这帮兄弟们，要不是他们在暗中救人，有十个我也救不了你们。好了好了，寒暄的话留在后边再说。苏灿，你爹留给你的名册呢？哎呀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名册，要有名册也让我爹给烧了。我爹临死之前就让我来京城找你。这没有名册，我们就
没有胜算呀。目前我们当务之急就是去见皇上说明真相。哎，绝对不行，等你们还没见到皇上早已经被他们……对对对，少侠说的对，咱们呢不能莽撞行事，我觉得咱们应该思考一个万全之策才好啊。嗯，这样你们安心养伤，后边的事交给我了啊，你放心吧。哎，贾雪岩呢？啊，隔壁屋养伤呢。好，那你们先歇着，我去看看。好。哎，帮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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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真打呀？你不也真打我吗？怎么闷死我呀？小肚鸡肠。哎，你去他们的窝点摸得怎么样？摸得已经差不多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个嘛，我想了想，我决定为你报仇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送来一本武功秘籍，说让你仔细查看。嗯，我乃是文官，看什么武功秘籍啊？退下吧。这。啊！评委大人，包子来了。您慢用啊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我也不知道，大人。下去吧。哎。苏灿好大的胆子啊。张兄，你我二人立功的机会来了。王兄的意思是，这苏灿凭他再大的胆子，他也不敢戏耍皇上啊。哦，依我看呢，他十有八九是知道黄金的下落。我们只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皇上，这不就间接帮皇上找回黄金了吗？王兄高见呐。苏灿呢？约皇上三日后在郊外土地庙见，他要把黄金亲手交给皇上。想见皇上，做梦吧！可儿，你跟石海去堵截发武功秘籍的人，查哪位大臣收到，逐一收回。是。是大人。嗯。哎，赵敬贤一定会阻止皇上见我们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骗过赵敬贤的？哼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哎，大战在即，你可不能装病啊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说话那么不中听呢？我是装病吗？我在养精蓄锐。我们不能打没有把握的仗，我要通知郑坤，让他带兵助我们一臂之力。
你现在可是朝廷钦犯，私自带兵可是要杀头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你说，我们怎么才能见到皇上呢？把咱的消息告诉皇上。现在皇上身边一定有赵敬贤的眼线，要想把我们的计划告知皇上，恐怕只能铤而走险了。你这是要夜闯皇宫啊？我想到一个人，可能只有他才能帮我们。裴大人，你们不是死了吗？我们没有死。不但我们没有死，我爹张和居大人、武侯杨大人都还活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被赵敬贤那个狗官所陷害。赵敬贤，求裴大人帮助我们把这封信交给皇上。好，裴良，朕不便出宫，你就替朕赴约吧。务必办好此事，有人阻挡，格杀勿论。这走。
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我怎么没有死？苏灿，好戏啊！不过就凭你们几个，我劝你们还是乖乖的投降吧，要不我会让你们死得很难看。脾气倒是不小啊，要不爷陪你玩玩？圣旨到！撤！吁！跪听宣读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罪臣赵敬贤，残杀朝廷要臣，偷盗皇家金库，证据确凿，命贾诩言缉拿赵敬贤。贾诩言、苏灿护皇基有功，回宫进封，钦此。遵旨。钱，这就是谋反。哟，还活着呢？哼，那当然，而且活得还特别好。你私自调兵，理应砍头问斩。哦，忘了告诉你一个消息了，我官复原职了。哼，那岂不是我丐帮的损失？哼，行了，别喝了，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皇上要见你。见我？皇上想要册封你。骗了，我自由惯了。可儿。哎，苏灿，你去哪儿啊？找可儿。嘿，石海。王爷，我们是不是又输了？我们不会输的，我们有可儿在，是绝对不会输的。对，我们还没到输的时候。